水迄支嘴，目睭大蕊都有够。无啊，我起码无偌水啊。嘴宽，你嘴宽，啊，这嘴珠哦，叫有一个嘴珠啊，家人家族大块，嗯。这那卡恁男朋友小金就敢那输着落泥巴咧。哪里讲过啊？我是比如讲啦，我哪会知啊？我都唔捌金过，我哪会知？我是讲我若捌金过，我哪会知？小妹有没有你金嘛？你唔捌甲我金着，你甲我金着就分你，我甲你讲。啥物讲？因为空空我紧张嘛，啊你啊，这金拢全无人的所在，暗暗无看啊，有一天人输着偏分你啊。干嘛？要凉是不是要把裙子拉上来一点？我跟你讲，我不随便换的。你到底要不要凉啊你啊？要看我的单位，要门票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很简单啊，单位一张，多少钞票？多少票？多少票了？你叫啥名会？迪哥哥哥啊。啥名叫迪哥哥哥？啊，你也做迪哥娘啊，我就叫你迪哥哥哥啊。啊，低哥娘啊，就低哥娘啊，那就低哥哥哥。我尊重你啊，所以再加一个哥哥啊。尊重叫低哥哥哥。系啊。啊，那无尊重的低哥没有哥哥啊，你啊。对啊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欢迎你到我们的节目中。干什么啦？无啦，我是讲那一站一站啦。卖讲掀啦。我无掀啦，我是看这是真呀假的啦，我的人那安尼讲掀呢，对不对？这假的啦。啊，这是啥物货？毛啊，毛是啥？台湾话讲啥？毛毛哦，啥物毛？塑胶毛。哦，这塑胶毛。嘿，无简单。啊，你那规身躯拢乌的。因为我人较大块一点嘛，所以穿乌的。你老大块？真的。你较胖妮淡薄啊？啊，不是同款。胖妮甲大块无同，大块是塑胶，这是大块。哦。你要去。袂比一个，啊！我是向你啊，啊，穿乌的。你是做向你，向你别人甲你讲，人你袂用个家己讲向你，你向伫底我无看，我用我看嘛。你是要搬入去住啊？向你袂当还住，啊娘话。我你哪会丢我来啊？无你讲咩啊？这我你家讲你讲向你。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本钱嘛，但是你也不需要讲出来啊。你无本钱，我借你嘛。你安尼烦恼，你没有本钱。你爱讲，人别人甲你讲，向你不要紧。哦，啊，你家己爱讲哦，啊，我都有较肥一束啦。是啊，啊，我都较肥一束啊，所以我穿乌的看较瘦一束。水迄支嘴，目睭大蕊都有够。无啊，我起码无偌水啊。嘴宽，你嘴宽，啊，这嘴珠哦，叫有一个嘴珠啊，家人家族大块，嗯。这那卡恁男朋友小金就敢那输着落泥巴咧。哪里讲过啊？我是比如讲啦，我哪会知啊？我都唔捌金过，我哪会知？我是讲我若捌金过，我哪会知？小妹有没有你金嘛？你唔捌甲我金着，你甲我金着就分你，我甲你讲。啥物讲？因为空空我紧张嘛，啊你啊，这金拢全无人的所在，暗暗无看啊，有一天人输着偏分你啊。等你病，我搁了钱。你現在是你按偏的意思，偏兩個是啥？夜晚兩點。你烏白啊！你嘛喊你袂等到天光又拍手了。你想要创啥呢？啊！我要创啥？你敢要我创啥？我是这个配合我的这个大师傅。为什么叫大师傅呢？因为他以前呢、啊、是从事服装设计工作。对，我以前服装还有洋装，小姐先生们。我都做过很标准流行的衣服，真的、啊，专门在量身体的，哎，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服装呢最重要就是尺寸，对不对？要按照这个很精细的尺寸呢做出来的服装呢才是第一流的服装。但是我是看人在量，像你是模特儿出身，嗯，身材标准，我量的才过瘾。你今天讲的是素猪。我就不必量了。素猪我们都用目测，就大约多少就可以。那你就知道我的厉害，我以前干了哪一行你就知道了。我知道，我完全明白。那我相信你也会接受。接受？嗯。你现在要帮我量啊？你放心好了。好，量他的手背。哎，我们先从手背。看有多长啊？哈哈哈哈哈哈
量吧。真的。我巴上，你是不是嘴犟啊？慢，等一下再替你量了。好了，不要了，我一定要。等一下。我先替明星量一量啊。好，来，腰围。周丹薇的身材24，不得了。来看你的，看你啊，我也要量啊。你也要量，等一下，我先把明星量好啊。你不能这样子啦，你这样太不公平。同样是女人，为什么你就先量她，而不是被先量我的？你这个什么？为什么量她是用纸，用量我的是用麻绳？这是量牛的。我也要，我一定比他大，28。你快治疗啊！你是量的吗？臀围啊？他是肛围的。你量他的肛围干嘛呢？万一要开刀，我要知道用几号的刀子啊？那臀围的下面叫什么？秘密围，下裆，下裆。我看我不免了吧？为什么免呢、啊？女人的下裆。我当这个裁缝师啊，我告诉你，朱哥，好，最好的服装设计师，最好的裁缝师呢，不用量的，只要真的是完全用那个目测，你知道吗？目测，然后这个立体裁缝，马上就可以把一套衣服做得非常非常漂亮。所以呢，我是把你做错了，万一把你轰声晃失去，我的生意就不，那就是好了。我抱一抱就知道了，我抱一抱就知道几斤做什么尺寸的来，就刚好。哎，同行的，我来抱一抱。哎，你量量看我的单位有多少？你要让我抱一抱单位？干嘛？要量是不是要把裙子拉上来一点？我跟你讲，我不随便换的。你到底要不要量啊你啊？要看我的单位，要门票了。来，很简单啊。张伟，你量到多少一下？多少一下了？人家在找机会，你闹什么？你看看，帮你量过的绳子都会褪色，你看。这什么当你的？好，来，你怕就好了，我们呢不敢再量下去了，再量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改天就打电话来骂我，那就我们就开始了哈。两个就有味道，什么味道？啊？你刚才是不是有吃蒜头？我这就问看看。好了，不要吵。